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高等教育科技及创新部计划严控外资投资民办大学。内阁日前通过12月29日为假期，使到新年连续有4天假期。橡胶局拨1600万铢支持胶农副业。今年1月到7月 FTA 自由贸易区协定出口1.6兆铢，使用比例近75%。商业部携手日本贸易振兴会推动泰国农产品出口。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高等教育科技及创新部计划严控外资投资民办大学。2003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法案执行小组委员会主席巴迪副教授在外国投资者入股泰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并取得设立许可以及确定解决问题指导方针集思广益会上透露，关于外国投资者通过投资并取得在泰国设立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许可一事，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法案执行小组委员会认为，可能会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产生影响，并可能对泰国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高等教育推广和发展司司长潘鹏萨表示，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是由许可持有者筹集资金设立的。根据过往的资料显示，有外国法人实体参股设立了3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发现其中一个法人实体通过转让设立许可证的方式，将教育业务扩展到其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此同时，外国大学生前来泰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明显的增多。根据统计显示，在2023学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外国学生中，中国籍学生为19500多人，其他国籍学生为8400多人，其中中国学生硕士生的比例为51%，博士生占23%。高等教育科研和创新部已采取多种措施并跟进相关部门的工作，包括移民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外交部、商业发展厅、商业部、泰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协会以及国家情报部门，以确保学生获得优质的教育并对国家产生切实的整体利益。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副常务次长苏伯差教授表示，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将对此事进行讨论，并确定短期和长期的实施指南，以确保外资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投资不会影响泰国的教育品质以及产生其他方面的影响。内阁通过12月29日为假期，使新年连续放假4天。内阁日前举行例行会议，针对
2024新年元旦假期行政决议，批准将2024年1月2日补休假期挪到2023年12月29日提前放假，促使2024新年假期从今年12月29日至明年1月1日为期四天。观光与体育部长苏德湾女士日前表示，原定明年1月2日是新年元旦的补休假，内阁经过审议后批准将这一天的假期挪到今年12月29日，促使新年元旦的假期从今年12月2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1日，以期望刺激国内观光业复苏。他表示，新年元旦长假将有助于刺激民众外出旅游，特别是国内旅游，假期提前了一天。财政部助理部长吉斯塔表示，在内阁达至了2024新年元旦假期具体日期之后，金融机构休假日期是否会跟随内阁进行调整，取决于泰国国家银行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至于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也可以依据法律相关规定和实际情况而定。至于2024年至2025年的新年元旦假期，相关部门拟定提案，将2024年12月30日定为特别假期，促使2025年元旦假期从2024年12月28日开始，直至2025年1月1日连续五天。相信提案将提交到内阁做进一步审议。此外，副总理兼能源部长皮勒潘通过了个人脸书网页透露，内阁会议已经原则上批准能源部的提案，将91乙醇汽油的售价下调2铢50丁，为期3个月。能源部将在整合所有资料后，于31日下周二再次提交内阁审议，如果议案获得通过就立即生效。今年1月到7月使用 FTA 自由贸易协定权益出口达到16000亿铢，使用比例近 75%。 商业部国际贸易厅长论论龙透露，泰国与今年1月到7月使用自由贸易协定 FTA 优惠权益出口总额为461亿8300万美元，约16600亿铢，使用自贸协定的权益比例高达 74.9%。 目前泰国与18个贸易伙伴签署了14份自贸协定，使用 FTA 自贸协定优惠权益将是泰国出口商能减免目的国的进口关税的关键措施，不仅创造了税收优势，还能够极大的刺激购买力。对此，国际贸易厅建议出口商必须了解原产地规则的相关法规和措施，以获得此类贸易的优惠。使用贸易优惠权益金额最高的前五份自贸协定分别是：一、东盟自贸协定 AFTA， 出口额164亿8000万美元，使用权益的比例为 72.7%；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ACFTA， 出口额为142亿6000万美元。使用权益比例为 93.9%。 三、泰国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JTEPA， 出口额为37亿5000万美元，使用权益比例为 71.6%。 四、泰国澳洲自由贸易协定 TAFTA， 出口额为33亿4000万美元，使用权益比例为 60%。 五、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 AIFTA， 出口额为30亿8000万美元，使用权益比例为 67.4%。 商业部携手日本贸易振兴会曼谷分会推动泰国农产品的出口，
商业部助理部长纳平通日前与日本贸易振兴会曼谷分会会长会面，他透露在会面中他提议日本贸易振兴会支持在提高与泰国中小企业和经营者潜力方面的信息与合作，以加强经济贸易和投资环境，产生彼此之间的可持续性，同时促进和推动泰国农产品向日本市场的出口，特别是帮助金香蕉种植者通过寻找日本初创公司，使用系统性和准确性改善香蕉种植和收集信息的技术，来提高种植效率和产量，并增加泰国香蕉出口到日本市场的机会。商业部助理部长表示，商业部将同日本贸易振兴会曼谷分会联合举办研讨会，为在泰国的日本和泰国经营者传授知识，旨在促进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的权益扩大对日本的出口。目前泰国和日本之间已有了三份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分别是泰国日本经济伙伴关系、东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贸易振兴会曼谷分会会长表示，日本支持泰国在东盟地区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对在泰国投资非常感兴趣，不仅有大型企业，还有中小企业以及日本初创企业也将在泰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同时也邀请泰国投资者在日本投资。目前泰国的酒店业者已在日本投资，因此希望两国可以扩大投资。日本方面已经准备好加强与泰国的经济和贸易合作，例如参加泰国的国际商品展览会，举办关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信息技术的研讨会，为泰国知识产权人员举办知识产权相关的培训等。商业部助理部长纳平通表示，泰国政府有积极的经济外交政策，旨在打开新市场贸易大门，并维护好原有市场。橡胶局拨出预算1600万铢支持蕉农副业。泰国橡胶局长纳公表示，橡胶局有目的鼓励橡胶农民从事可以为家庭创造收入的副业，降低橡胶产量减少期间的影响，可以长期创造收入，从而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这符合政府根据中期长期解决方案措施为农民创造良好生活质量的政策，包括了农业及合作社部长泰玛纳下达的政策，也即是农民必须生活好，农产品价格高，农业资源可持续。根据推动蕉农从事副业的指导方针，橡胶局实施了蕉农职业发展和促进项目，已经连续举办了第7年。明年橡胶局计划拨出1600万铢的预算，支持生产要素，供农民用于投资和采购生产要素，并为农民提供培训，让他们在割蕉的同时也具备从事副业的专业知识。这是一个可以让农民生存的替代选择，它还为蕉农创造稳定，可以加强蕉农的实力，并促进蕉农增加收入。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